Hello，大家好，我们来看看这个 Cytex，这个是我 channel member 所问的一只股，如果你有兴趣向我问股的话呢，也可以 join 我的 channel member。这个呢，朋友呢就问它支撑在哪里？啊，老实讲我也不知道。现在的股价呢已经是52周的新低，52周新低啊，也就是说。它没有止跌，呀，没有止跌啊，没有止跌的话，就是说它会继续往下掉，呀，这边有一大堆的套牢盘，之前是这边趁低买入的也是被套了，这种形态呢，老实讲呢，如果要买入的话，等第二只脚还要露身吧，或者是说等它突破这一个筹码峰的时候再考虑吧，这个筹码峰多少钱？4块钱。突破这个4块钱了之后再考虑吧，这个随时会被套的，最好呢是等到第二只脚之后，现之后又突破4块钱的时候再考虑呀，现在千万不要随便去见到。OK，这个是我的个人看法，并没有任何买卖建议，谢谢大家。